歉，我迟到了。昨晚加班加太晚，不小心早上睡过头。哎呀，年轻人就是这样，莽莽撞撞的。偶尔迟到一下没关系，但你仪容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你看你烤出来的便便都没有修剪。给你，便便脆脆的，很好吃哦。好好吃哦！平常太习惯刚刚好的面糊，都忘记有时候多一点面糊会烤出酥脆的边边角角。我明天也要故意这样做。嗯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